好，那这次波比它主要是上颚两个犬齿复杂性断裂。那所谓复杂性断裂，指的就是断裂达牙髓。那牙齿的牙髓就是神经，神经暴露之后会有疼痛以及感染的问题出现。那像这类断裂的牙齿，治疗方式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拔牙，另外一个是根管治疗。那这次原方为了波比日后饮食不受影响，尽可能保留它的自然牙，所以第一次麻醉将波比断裂牙齿的神经做移除，就所谓的抽神经，并以 MTA 三氧矿化物将牙髓做封填，完成第一次的疗程。那第二次麻醉之后，粘上可以长久使用的金属牙冠套，确认它的咬合没有问题之后，执行完整的全口的检查，结束第二次的疗程。那等波比醒来之后，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修复完成的牙齿。那以上这是波比治疗的一个简述，这样子。我们寿山动物园的动物明星黑熊波比，它现在目前已经19岁。那有一天，这个我们的保育员在喂养它的时候呢，发现它这个咀嚼的这个习惯呢有一点改变啊，所以就通报我们的兽医师。那兽医师就检查发现它两边的上犬齿已经有了断裂的一个情形，所以会影响它一个进食的功能。那我们这次很特别感谢哈，除了我们寿山动物园的兽医师之外，还有我们高雄市的中心动物医院啊，这些兽医师，然后就帮他做一些检查，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治疗。那从4月底到现在呢，那我们逐步去观察他一个进食的状况，已经逐渐恢复到原来的这样的饮食的一个习惯哈。所以说也请各位大家放心啊，我们波比呢还是会健康的进食，然后会在动物园跟大家高兴的见面。